换爱心了、哦、好，来，父亲节快乐，爸爸我爱你。今天是父亲节，祝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。那我们知道说父亲是家庭的支柱了，但是他事实上性情都比较硬，都比较不会注重自己的身体，也不会注意家人的感受。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这位父亲，然后他们家人一起过来，然后从他们年轻的相片看到现在的相片，然后父亲诉说他们的生活的工作的情形，那家人诉说父亲在家里的情形，希望借这个父亲节的机会，让我们全家都可以团聚在一起，父亲可以停下脚步看看家人，注意自己的身体的健康，家人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关心一下父亲的健康，趁这个父亲节的机会说一句父亲我爱你，谢谢。他都比人医疗团队挂了去，有一摆啉烧酒啦吼，啊是家己安那可能较贪啉啦，啉两罐洋酒吼，啉袂煞好呢啦。啊，拄有一摆医疗团队吼，安尼医术科员来转豆豆抢救到病房挂三日吼，啊，尾仔出来普通病房，讲除了医生、医术科员以外，嘛，咱的妈祖住在里遐，嘛真普遍啦。哦，所以大家对妈祖祠哦，要有信心，唔免再走去到中医，倒去遐咧走啊排。同样，大哥他们就是以身作则，夫妻两个常常当志工，还把自己的志工服务社会的理念带到下一代去。哦，其实这位大哥他是轻微失智的患者。他们到社区去帮他们服务的时候，那凯欣呢就教这个阿公怎么写自己的字。那他的心呢是贪婪心的心，可是这个阿公呢写的是心脏的心意的心啊，心心向荣的心，一直写了好几次才写到你的凯欣的心，对不对？没有写到，那你有教他嘛，对不对？好、哦，所以你看，这个大哥这边就是说把他们做志工的这种想法。从叫下一代，哦，那去当志工。阿弥陀佛，这张照片是我阿公穿着消防警察的衣服告诉我阿弥。很帅哦。快快擦脸，来哦来哦。棒了棒了，来了来了。棒了棒了。来来来棒了棒了。嗯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好，请我们开始切蛋糕。好，看前面。好。好。哦。二三。哦。好，其他人让他们其他来完成。大家快乐哈。